有一个对象给你想，有假想敌。我弹多咧唱这条歌的时候，为了让他完美的诠释，对，我拢想讲子生是对我骗财骗色的色狼。哦。爱情的骗子，你的良心在哪里？我亲像天顶的神灵，讲什么我亲像古早的西施，讲什么啊你爱我千千万万年，讲什么啊你永远未来的心意，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情乎你骗骗去，原来你是空嘴无舌，达着目的出的离去。两位今天拜见一下我们的定点王爷监官，大哥好，参见王爷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啊，您都啊，像讲是男男对唱情歌了吼，这个情歌对唱啊，都要请这个，哦，李子生，谢谢，老部队来啊呢，真的，哎，对，应援团啊，你跟两个小讲一下，讲这个唱歌唱对唱的歌，哎，有什么款的思想，加迄种感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因两个咧唱歌吼，我拄啊只足详细咧甲听，是听听咧吼，真正啊啦，四字形容啦，对四字，后生可畏。哎呦，谢谢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比较不简单，你若假以训练，我那个时候我跟他出道的时阵吼，你做成李子珍啊？无啦，我唱了无恁遮好啦。哦，哎，我出道系无无系系。无呀无呀无，气味无。但是我跟你讲吼，其实我咧唱每一条歌吼，恁有感觉无？我讲恁即马就是有啊。我咧唱歌多数目睭就开开啊。有你是不是呢？对。是吼，因为我若咧唱歌目睭开咧，我跟你讲，这条歌的故事就敢像电影，已经伫我面头前。啊，目睭前安尼一直安尼走来走去，是哦，你了解不？我知啊，这就是人生跟他走不定，目睭起来告诉走一遍过，跟他冥想的啦。所以你那个对唱时应该是你有一个对象，和你想有假想敌。我弹多咧唱这条歌的时候，为了让他完美的诠释，对，我拢想讲子生是对我骗财骗色的色狼。哦，你在唱还有感情？有有有，嗯。有恨意，渣男，很生气。喂，不啦，我是渣女。